那是修到哪个就是果位才能够不退转呢？就是没有丝毫的迷惑。你今天得到教授嘛，就是一直是教授了呀。你今天是博士嘛，永远是博士了呀，对不对呀？就是我对于自己，就是觉得会经常会波动比较大，就是怎么让它不波动？经常会波动，那就说明自己不够坚定，不够坚强。好。啊，很多人嘛，就是一到环境他就波动了呀。啊，对。嘴巴里说，哎呀，我犯邪淫了，我戒邪淫了，一看见女人马上就心动了，你这叫戒邪淫不啦？啊。你不看，说不定就没有这个想法；你看到了，你就会有想法了。听不懂啊？听得懂。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要分开啊？不要去考验自己，因为人他是一个高级动物啊，他如果没有境界的话，他整个就是个高级动物啊。你经常来考验自己的话，你不就是给自己增加烦恼吗？嗯，对啊。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现在修心修行，比如说我们现实当中好像我们控制不住意念，但是梦考经常过，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很简单了，就是因为你平时白天的时候你没做梦的时候你一直考不过，但是你一直在坚持的克制克制，你知道考不过你就会克制，所以你到梦境里才坚强的呀。啊，这不叫锻炼出来的。啊，好好，这不会影响莲花什么的吗？不会的。因为你在现实当中你只要克制住了你就战胜它了嘛。啊，好好的，感恩师傅。